双脚并拢，分开大约30到45之间，向前滑动，脚的方向滑动一个脚的长度，自己的根据自己脚的大小，向外迈出一个脚的宽度，重心向后坐，后胯在后靠的同时，微向右侧拧动。 前手从自己的脚趾的前脚的脚趾部分跟它与齐了，抬起，后手比前手低4到5公分，重心向后靠，同时这就是抱着一个树，在意念当中对这个树先进行前后的推拉，觉得微微一拉动就往前推，微微一拉动就往前推。 第二就是向上拔，刚一拔起来又要栽下去。第三就是左右要把这个树从中间分开。对，这个不要蹲得太低，后腿不要蹲得太低，基本蹬直没关系，略四曲非直，上身要向后靠，要向后靠，双手要十字勾眉。 后手手指指向他的这个掌，双手要有一个勾眉的感觉。对，下面咱们再说这个事例，从这个桩演变出来的事例，第一个手向前指，完以后，你这个等于这是一个桩，这叫第二变成什么？ 刚才这个桩浑圆桩，第三步平抱，第四步推脱，这是一个完整的事例，实际上就是几个桩凑成的，谁也分不开谁，还一定要注意周身的这个两肘的横撑，有双手交叉要勾眉，完你把这个动作又以慢动作连接，一，看我的，一。 二、三、四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实例，所以说这个实例是由4个桩在组成的。做这实例的时候，对，勾挂，这是勾挂桩，要有勾有挂。 一定要用力去做。假设前面有一面盆，你的手把手插进去，拔出来，带出10条面筋，再插进去，一杆一定要足。向前去的时候，出手不出肘，向后拉，回肘不回手。 让它身体内部呈现一种对拉的状态。对，对，你觉得把这个球在水面上给它摁下去，从水面给它摁进去，再从水里把它提起来。往下摁的时候，头要跟前脚要争，往起的时候跟后脚跟要争。 往上拉的时候跟前脚尖，跟后脚跟，哎，前脚尖，后脚跟，这叫形成这种张力。对，再做一下那个偏挂实力，一手手心向上，完了利用你的这什么偏挂，这个实力，就是你。 你要向我身上进攻的时候，就这么一动作，就得这么一动，翻过来，推出去。俯卧撑站过吗？啊，两个自己大式，自己两个半脚，两个半脚的长度，把重心下坐，前手按着虎头，后手按着虎腰，一定要把上身整个。
这个虎在，你要跟它要咬你，你就得跟它是争，不让它咬着你。所以身上你老是在这儿，啊，得控制着它，不要把它当成死虎去摁着，它是活的，它还要咬你，你就得看着它。你精神状态一定要投入，要投入。它往前钻，你往后摁它；它往下沉，你往上跌它。你跌再给它摁下去，就你周身等于都要在跟这儿做。一些微小的一些动作，就是伏虎。往后靠，两手心要相对。这个也可以算高式，是这意思就得。发拳的动作叫前冲拳，它的右手跟左脚要产生一斜向的一个这个。它叫前冲，哎，利用脚往上一蹬，劲儿的出去了。前冲拳，完钻拳，或者把这手带起来，给它带起来，做钻拳，带起来，再训练的话，手带起来，先做一下。这个手要掩护自己。这个手要掩护自己，这个头从这手后头一找，就过来，吊起来，利用你的腰胯的转动，对，完了，对，就这基本拳法就这几样，还有一个圈，对，圈打，圈锤，都是要注意一个里边的。那劲儿得很脆，把这撞击出来，那出来他就自己工作啊，做东西是吧？你自己要身上一定要给它校正，利用你肘部的劲儿，手里呢永远持这根杆子，做的时候摇起来。可以随意，你怎么做它都是。把这杆子一定要用出来。这个用法就是对方进攻你的时候，这不要单纯这么打，而是什么？它是一个动作，它是一个动作，这形成你站桩的进去了。你拉，哎，往上去一纵，这一下一圈，这边就给。下去，就是都得从这些东西里，身体的扭动，这是几个势力的变种，向后发力，你就是一挣，向后。随便感觉着脸部放开，高一点，脸神态要出来，要打空，打空，这手舒适。把身体啊做出来，这个横力，这叫合，这是分力，往前一睁，那劲儿才能出来，力量要传导到手尖上，就如同你把这东西啊拿着呢，从这儿给它。把它撕开，啊，带这一边走，身体来配合，
真的，哎哎，脚先，脚先，脚先倒，后退，后退的法律，前进，后退。先说这个勾挂式列，在推手里的应用，就是对方进攻你的时候，您劲儿往里来的时候，要给他直线后撤的同时给他分开，翻手再出去。这是啊，一个完整的动作，就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应该这儿没动，我是把身体拉出去。对，假设就是您做这个时候。您要想把我手吃住的时候，您往后蹬，不，您就您做这个，不能让他给吃在这儿。就您往这一坐的时候，一定要起来，不给他，不给他，不给他。您放我的时候，我再退，再拉回去。这是一种基本的心理方法。然后你好，明白，哎，让回去，你回去，哎，身上也挂着。这是一个基本的用法，在实战的时候也可以就利用他这个往下移。一摁的同时起来，就等于是这儿是往后了，我脚还往前，形成这么一个。平推出水，这个动作就是应用的，就是把对手进来以后偏开，再过去。就他在演练的时候就。演练的时候，身上一抖了，出现一个停了出水，他是通过这个摇法，还得旋法，这么推出来的。一定要有双手勾眉的这个劲儿，站什么桩都一样，必须要双手勾眉，得推脱桩，打式推脱桩，双手也得勾眉，重心向后坐，双手勾眉，打式。摩擦步，
要领就是手跟脚得有机的结合起来，你脚在手头了，脚必须着地，手先到，出来了吃那东西，你手一先到就不行了。这就是手里如同握着一杆子，拿一杆跟这儿耍这杆上，对，坐这杆子，手里如果没这个气就完了，就成一种空的了。俩手的配合，哎，合，他就哎一分一合，一分一合。举案有误，进退有阻，啊。下发力接上发力，上下发力接上发力，手一砸上，身体给它撞起来。咦，接上，接上发力，这就是下发接上发的意思。刚才我做这个是一拳活步的施力方法，里边有附带的有发力的动作，所以它这个也是摩擦步的一种步伐，基本的步伐就是三角步，它是从摩擦步里演变出来的东西。其中摩擦不单纯跟地面，跟两个胫骨之间也有摩擦。按老的说法叫出入得磨胫，要不然你脚底出不来那种纷争的劲儿。发力要点整体共争一中，它起一个争力，周身往一块既缩又争，没有争力出不来发力。所以说这个力就需要在日常的站桩试力里去求得，别的没有什么先进的方法，只有通过站桩才能求得力的均长，在不动当中去体会，在运动当中去发挥，这就是发力的一些要点。还有一些详细的这个什么，那就是非要是当着面聊了，那就得看一看老师怎么做。王强老叫观其形，揣其意，夺其理。